后如果说我要换其他功能，我再按一下 Home Page 键路径，好朋友就可以这边这样。他很灵敏，让他去，就是说他要走什么样，他要走什么路线，就是会发挥小朋友他们自己的想象力。真的是，或者是大人都很想玩，对呀，或者是腰杆，腰杆，这我都可以放在地上，我可以放在地上。已经跑到我的脚下。对，还有这种就是我发现小朋友很喜欢玩这种的，就是直接用手摇那种。小朋友很喜欢这一个，这个玩法。真的很棒哎！对，我们就是，我们会希望就是让小朋友，因为我们儿童智慧手表其实是这几年才有